刚来到海边，又是鸭又是鹅又是鸡，经常在海边沙滩上找鱼吃这些东西。前面就是海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朵，今天早上来的比较早，现在刚六点，天刚亮，看看刚退潮，抓紧下去，现在还没人，这大海的海鲜都是我的。妈嘞，好大一串海虹啊！哎呀，哇塞呀！哎呀，全是活的，看到没？哎呦，这一串呀，这得将近100斤呀，这里真的得将近100斤，特别特别沉。这一家人吃啊，吃个7-8顿没有问题。看，哎呦，全是海虹。看看这个海虹个头还很大呀，看。这还没开始呢就要爆桶了。看个头都不小，哇塞，今天抓的。全是的，快过来，装不了，我都装满了，都有好东西一起分享。刚才那一串海虹得100多斤，看起来不起眼，太多了。看看我这一铲子挖出啥来了？看，这不是那个泸沽虾是不是？啊，驼腿虾还是泸沽虾？应该是就是那个泸沽虾，看，还带着黄的。这种小虾呀，油炸起来特别好吃，做个汤也很好。你看，还活着。看看啊，再晚来一步啊，就找不到它了。我天嘞，这待在这应该很久，你看壳都干了都。哇塞，大不大啊？朋友们，你们就说大不大？为了这个猫眼螺，能不能给个关注，给个赞？大不大？看看，给它洗干净了啊，要不然过会全是沙的。一拿出来，这个水基本上都吐干净了，都洗干净了，爽不爽？好大一个，哇，好多海星啊！哇塞，哇塞，又来了，看到没？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种，这种漂亮，而且这种也能吃。哎呦嘿，海兔哟，死掉了。现在开始有海兔了，这个海兔啊，它会咬人，它比八爪鱼厉害多了，牙齿在这里面，这就是的。这个东西只要咬着你就不撒口，可厉害了。再过几天天暖和就可以抓海兔了，看看这是啥？鹅蛋，哎呦，这是没忍住啊，这是来不及了。这是海边的芦苇荡荡，看啊，前面都是的，这些眼儿都是螃蟹眼儿。这么大一个鹅蛋，我看，哎牛嘞，还是热乎的，看样子刚下没多久呀，啊，好大一个鹅蛋呀！这今天过瘾了，这是来不及了，这是什么鱼？黄河的，死掉了！哎呀，这个眼睛都绿了都。别看这个鱼小啊，这种鱼特别好吃啊，肉特别嫩。这个没用，臭了。